大龄老妈产子用命拼，惊悚过程历历在目。医生大概说不行了，你这个指数已经是严重的那个几天前，那个胎儿监测心跳已经是断断续续。等到我醒的时候，居然我有感觉有人在捅我的肚子，针线进进出出。对，他们很紧张，说他醒了，他醒了。他们吃到快要出来的时候，才发现他的头是出不来。医生说他伸进去把他头压下去，然后再把他拉出来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